为了协助灾民重整家园，吉安乡公所与花莲县清溪溪文艺学会携手合作，五月份在浩客艺术村举办了义卖画展，而这一次总共带来了将近200件的精美创作，欢迎民众可以前往认购。花莲县清溪溪文艺协会为了协助灾民重整家园，五月份特别与吉安乡公所合作，在浩客艺术村十号馆举办义卖画展，总共汇聚海内外超过50名艺术家，带来将近200件精美创作。2004、2003地震完结束的第三天，决定做这个赈灾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认购活动，那很感谢，就是很多的这个艺术界的老师们提供了将近200幅的作品。乡长游淑珍也亲自到场，代表颁证感谢状，感谢艺术家们的爱心串联，要协助灾民暂渡难关。吉安乡公所全力的来支持，也感谢所有艺术家，还有各位贵宾以及认养人来到吉安献爱献温暖。我们相信这个份的善款会运用于整个花莲县的救灾关心，还有整个的恢复复原的工作。而这项展期从即日起一直到5月30号，其中包含画作、摄影、木雕以及彩绘伞面、生活艺品等等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吉安浩客艺术村十号馆参观选购。记者徐立勤吉安乡报道。